芝麻辣拌，先来个炸蛋。我觉得椒麻口味麻麻辣辣的，好好吃。它本身没有这么辣，我自己又放了一些碟花辣的。我今天吃的就是这个椒麻口味的麻辣拌，还有酸甜口味的，还有秘制口味的，三种口味啊。麻辣拌里面有芝麻酱，里面有三包，你喜欢吃麻酱多一点就多放一点，我三包都放进去了。只需要把喜欢吃的食材煮一下，然后捞出来把这个料拌进去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
骨，炒的土豆粉还有肉酱呢。Thank you.